3月12号啊。来吧，下面这首歌也很有名，大家应该在，这个我不知道是几零年代。哎，其实我们是照那个年代排歌的，突然想到这件事。是对，这首歌什么时候 ？The Carpenters 的歌。对，这首歌是1972年的歌，我还没出生。在场如果有出生的人呢，就应该就有听过这首歌。这首歌叫做《Top of the World》，然后是当初很有当时很有名的木匠兄妹的歌。然后后来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，我觉得真的是还蛮经典。而且你知道木匠兄妹当初他们使用的和弦就非常的现代化，很先进，是不好弹。对，为什么要这么难弹？对，好，来吧，也不好唱了，来吧，我们来唱这首歌《Top of the World》。手指头，我一直在看着我的手指头，原因就说快动，快动起来，快动起来，我已经分不清楚我自己在摇还是在抖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刚刚觉得好像在摇，很兴奋，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冷在抖。哦，真的啊、哦，没关系，我们越唱越暖，越唱越暖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这首歌，一样也是 The Carpenter 的歌，然后也是当初很有名的歌，选超多的哎、欸，我里面你说 Carpenter 的歌吗？20首就占3首。哦，真的、啊。他们太经典了，
然后接下来下面这首歌呢，大家一定都会唱副歌，就算不会唱的，我们唱了一次之后，你应该就会唱了。昨日重现，我硬要翻成中文，硬要讲中文是什么？昨日重现 ，Yesterday once more。然后它非常有名的副歌就是那个Every sha la la la, every wo wo da da。所以等一下大家就可以一起sha la la la，知道吗？那如果没有的话就，我们会一直唱下去。你要唱几次？就一直唱 Every sha la la。好，来吧，我们来唱一下这首歌。谢谢大家。我有看到那个口罩在吐气的感觉，应该是晃动就可以了。对，那应该就是有在唱沙拉。好的，你还好吗？我看着我有点